請嚟到場嘅各位運動員留意，我哋嘅上賽事完咗之後咧，就會有個午膳時間嘅。咁啊，下晝賽事將會係喺一點正開始，請各位運動員留意。我會場講係上嘅賽事完咗之後係會有食飯時間，跟住下晝十一點鐘開始。而今日所有嘅獎項將會係完曬所有個人賽事。衣着零一，着场衣着运动员二二三。